来，又到了修剪水草的时间哦，搁探了在水草，来，你们先看一下这个哦，你看，我什么，什么草，金鱼草啥小哦，长得非常的旺盛，我们要把它剪一点到这个生态缸里面啦。你吃好生的，莫夹着鱼啊嘞，这吼、哦，你。养鱼哦，你加这修剪水草，就上疗愈的。有两支，再搁一支，只个只好利利神经，爬到这，还有那一根，啊，这个来拿开，这利利神经这一根也剪掉。哼，你修这偌疗愈的。另外一支卖收好，无等下夹着伊个。然后之后一根一根挑起来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琉璃仙境的产物啦，对不对？这个一支我恐怕收好，安全起见，搁这两支加收者。我是感觉水草愈收，那田都会愈后大呢。吃嘛，较早较袂增长，愈矮。搁吃，哎呦，这支拄仔增长呢，好，这样就对了啦。饲鱼啊，偌好耍嘞。所以白龙穴有成立一个专门在养鱼的，这支里头上啊加，先修这样。哦，今天采收的，我看这还搁收哦，啊，这支爱收，这一支，哇，琉璃仙境收收的呢，加真水啊。这边，来从这边剪掉，好，起来了。我主要这是要采收，要来种的。咱看一下，哦，安尼是毋是光较袂抓到 ？OK， 再来，正统的金鱼藻哦。你看，有长无？哎、欸，开花当作开花嘞。好，来，刚好到水面。咔嚓，一只，然后，两只，我要种这水草会弹哦。过来，三、四，啊，这鱼啊多有哦，它那个二氧化碳足够哦，你唔免怕 CO2， 它就长得很茂盛了。好吃无？你看，等到活的你看，较早我们对鱼仔加落哦。哦，即个咧收割这水草，真正做有成就感的。好，可以。看收割了两几个几根，水哦。早的，等下夹着，还有这一根，这支是好 ，OK。哦，这样收真多呢，哦，要收，这支才长哦。好，先这样子，我来探这个哦，不错哦。哦，收割水草呢，真过瘾呢。好，好，哦，斗兽场要繁殖水草就好。然后弄好之后，我们找时间把它种上去啦。
今天先收割到这样，收割水草。